边怪就这边就比较有怪可以跟你签。你往里面走比较多怪。你刚刚跳到水里面了，死掉了。闽东游路路，没办法，弄起来弄没准怀疑。这里就怪了。上个一步转进去了。哦，这么扯啊！上六剑，这是跳舞啊！算是吧。好像可以拉人呢、欸。那不是拉人。啊，所以他如果切回旧流派的话，没什么影响，对不对？旧流派的招式我基本上没有点，只有点两招而已。就又回到原本啊。对啊。那个整个传到 YouTube 之后都模糊。就很好笑。哦，有啊，这一样啊。按上 A， 然后他要切回来嘞。按上 A， 他就自动切，帮你切换那个装备。哦。我说他这个游戏的操作就是主副武的会有连贯，你某些按键会从主副主武器切回觉醒武，啊，有时候会从觉醒武切回主武器这样。其实那个也不叫做连贯啊，那个只是说他的一种玩法，但并不是说他连贯啊，不是说那样子就是比较好。没有啊，他就是让你，他就是完全要让你从这个按键，就是从主武器换回副武器，从主武器换成觉醒武器，或从觉醒武器这种武器这种观念应该打趴一堆人，因为太难了。其实有点像在玩格斗游戏的执法，哎，就困难嘞，本来就很累。你莫想讲遐就简单嘞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玩你叫一个人，玩习惯还好嘛，叫一个人买账号，然后开始这样玩，你看会动会掉，也可以笑，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练的，他不懂那一开始的感觉。他要适应很久。飞天技是哪一个？下左吧，还下右？对对对对对。这就没有。然后只要下左就够了，哎，就这样一直乱玩。因为这个怪很烂。你都56等了，这也是十几等在打关。我知道。好像迅的右键吧，迅的右键，迅的左键啊。哎、欸，有一招你好像没按住啊，看，我不知道忘记哪一招，还是下左右键。有一招我也忘记怎么按了。这招啊，100%，100%什么？就是小黑100%，小黑的技能100%。对啊，那个奔跑来带一下，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干超扯哎、欸，超快、啊，飘很快、欸，根本音速饺子嘛。干叫他来当音速饺子好了，一个不知火舞的音速饺子啊。太扯了啦，这种速度追不到啊。我女人也没跑那么快。就喊呗、欸。对啊。不错啦，你玩那么多银叫声的游戏，至少这个还玩得有声有色。还行啊，也不算有声有色。让你成为一个至少不是只会玩银叫声游戏的。干，我本来就不是。不然你在我心中，我会认为你只是玩银叫声的游戏那种二 D 的那种东西。没有。你已经快要被我定位成那样子。你上 FGO 我就玩不下去啊！干，你以为 FGO 我玩下去啊？那也是银叫声很多游戏。
这俩像二四级在打的嘛？对啊，那个什么一个费城。哎，那很前面的，那还不到鸟妖那里。哦，鸟妖那个也不算很后面。我知道鸟妖很前面啊。干，这不知道以为开加速嘞。哎，这真的很离谱哎。真的。你不是说以前你是最喜欢在这个地图打人？这个地图是红色战场的地图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红色战场现在红，但你往进去都是直接被蒸发，你懂什么叫蒸发吗？还没出招就躺了，丢一招，不然就是那招按下去哦，还没出过技能还没出来，就那个就死掉了，怎么那可怜，一条血就没了，好像装备都穿假的一样。好帅啊！其实大家就是要看关 UI 的，真的没有 UI 看得很爽。我们那时候公司那个去啊，一台笔电接六个萤幕。都在播一个同一个那个 video， 啊可以玩游戏啊，你可以玩啊，只是不要被人家嘴就好了。当然你如果够资深，你可以玩了。啊，所以可是也是没有人玩吧？有，真假的接着玩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二楼有人在玩，他直接挂六台黑色沙漠在那边一直跑，然后我就走过去说：“哎呦，你马雷胜哦。”然后说：“对啊，反正无聊就挂嘛。”干他这样讲哎、欸，也有些。这样的话，现在也都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个 ID 好像看过、喔，呛他。干，结果被同事把你删账号里的喝酒。还不错啦 ，OK 啦，先拍到这里。看一下美腿。哎、欸，怎么解析度不见了嘞？什么解析度？没有那种锐利感。你说皮肤的那种感觉，嘿，没有那种纹理，是不是没有在阳光下？我来看一下，可能有光会比较明显吧。要有阳光。我觉得有啊，看汗的部分，它会流汗的。我知道，黑色沙漠如果大陆版是没有汗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大陆版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这个游戏现在很多大陆人来，然后外挂也没办法啦，因为这个游戏不可能到大陆啊，因为这个奶会摇，内裤会跑出来，所以然后大陆不可以卖这种游戏的。然后他现在一堆大陆人来玩台版，然后带进来蛮多外挂的，哦，蛮可惜的。只要中国人一进来就变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一定中国人啊，就算没有中国人，还是会有人搞外挂，只是因为中国人人口多了，然后人家讲的人多必有白痴，必有白痴，人多必有白痴嘛。嗯然后那很正常啦，你今天你去看那种大公司一样啊，白痴也是很多啊，那个不见得是哪一国人啊，啊因为大陆人真的很多啊，优秀的人也有，嗯，你也可以说他们说不定有很多人开发很多外挂啊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很优秀的人、嗯。你看他们之前有人百魂破解，直接破解 APK， 然后直接把那个中文字幕直接挂进去汉化，然后就被锁账号，那也很好笑。因为你要玩游戏之前，官方就有叫你签了啊，你不可以擅自修改他的 APK 嘛。啊，那些人就是你在西屋啊，就给你改 APK， 然后汉化，自己汉化觉得很厉害，然后就被锁账号，发布出去被人家。然后那些人现在都没玩，因为就赌蓝，那很一定干的啊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很干。就靠背，你靠背，哎呦。有那个弓箭手在塔上面射的、啊、北吧，基本上不太会动啊，因为等级太高了，连那怪都不想打你。反正你不会死啊，不会死、啊，在这里就可以尽情的给他打。就那一个没，上面那个没，这个啊。啊。OK， 摆到这里。